0.5秒1亿的卡萨队你见过吗？韩服又研究个奇葩组合，堪称版本最强套路。众所周知，卡萨丁的智能弹版本中用了小幅度重做，其中 E 的机制不再是简单的叠加六层，而是变为周围有人释放一次技能就减少一秒 CD， 在点满 E 技能并且正常出装的情况下，卡萨丁后期的 E 技能 CD 也6秒钟左右。然而设计师没有想到的是，玩家的创造力太强了。比如最近韩服那边流行起一个组合阵容，卡萨丁加泽利再加上螃蟹，其中泽利的 Q 技能被系统判定为使用技能，而螃蟹满级 W 后无限开关 W 也被判定为技能，这就让他们两个化身为卡萨丁的充电宝。进入到打团阶段后，泽利频繁用 Q 输出，而螃蟹可以在对面时频繁开关 W 提升伤害。卡萨丁则是可以通过他们两个无限双 E 技能，后期的 E 可能只有6.5秒钟不到，二过去直接刮出两层 E，AOE 伤害直接拉满。关键是这个套路组合没有浪费任何人的机制，毕竟还能组建一个比较正常的阵容。那么鬼砍木老爷，你觉得这个套路玩法如何呢？